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曾俊宇。能参加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主办的2024年世界华乐大赛，并在古筝的青少年业余组获得金奖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我从8岁开始学习古筝，去年考取了十级，到现在可以在这样的国际大赛获得评委的认可，我对古筝的热爱从未减少。在这里，我想特别感谢我的古筝老师，他在我学习古筝的道路上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和指导，也更加加深了我对学习古筝的热情。最后，我想感谢我的父母，为我提供了学习古筝的机会。谢谢大家。老师好，我是曾俊宇，来自香港。今天是2024年5月26号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华乐大赛演奏，演奏乐器古筝，组别业余少年组，曲目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。